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I am old 美音 again， 欢迎各位再度回来我的方舟生存进化啦。我们今天这一集呢，要去外头抓古神翼龙泰克版本哦。哎，这个也是很多观众在敲碗，希望老头去抓的生物哦。那么老头呢，有查看了一下搜寻器哦。这个生物呢，好像已经生出来了吧？之前我在搜，好像没搜到，现在突然有了。哎，靠腰只有一只，哎，怎么最后一只145级？啊，没关系，只有一只的话呢，我们就直接抓吧。希望它不要被我弄死了，弄死了就没了。那、各位就别看了，弄输了啊，看别的这样子。好啦，那在去抓之前呢，老头还有一个重要的计划要执行哦。那就是呢，我想要让我这一只绿翠儿跟我们的鸡儿呢重新交配再生一只我就不相信这个颜色配色还会是一模一样，我就不信，我们再给它搞一番看看不然的话我们之前那个颜色我真的不是很喜欢啦、然后好像还有观众讲说这个绿翠儿它的名字呢其实应该要叫做蓝翠儿，因为翠呢也是代表绿色的意思啊，所以说呢叫蓝翠儿反而会比较符合它的名字哦。OK， 我们就叫蓝翠儿吧。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各位看到旁边那一只了没有？旁边那一只呢就是这两个王八蛋生出来的谁叫你把它配成这个样子？如果它的绿色羽毛。如果它的绿色羽毛是蓝色的话，应该就会非常的好看哦。还是说我们拿旧的这一只这一只是之前鸡儿跟谁配？我忘记了，我有点忘记了。这一只是鸡儿的阿嬷。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阿嬷，委屈你了，阿嬷。那个您的不是鸡儿的阿嬷啦。这个是鸡儿的妈妈吧？哇塞，妈妈委屈您的妈妈这个只好占用一下你了，你知道吗？您的儿子实在是太不争气了这样子可以吗？在方舟的世界这样子可以吗？蓝翠儿给我滚一边去！完蛋了，我一定会下地狱，我绝对会下地狱滚他的！来吧，就这两个鸡儿跟他老母，没有问题吧？这个颜色我觉得再怎样配应该也不会多难看吧？希望如此。好啦，忍耐一下，没事儿没事儿，眼睛闭着，忍一下就过了。正在交配中，请稍后。好，我们现在这颗蛋快要孵出来了见证奇迹的时刻。鸡儿的妈妈跟她生出来的小孩会是什么样子呢？即将揭晓，三、二、一，呀！怎么感觉跟谁？我靠！为什么你的头上面是大变色啊 ？Why？ 说不上来的怪怎么办？怎么办？这个算好看吗？这算是我理想中的颜色吗？红跟蓝不是已经好几次都是红跟蓝了吗？我看一下，红跟蓝啊，这不就是他老母亲吗？为什么就不能灰跟蓝呢？还是说因为部位的部分你看它的红色的部位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它红色的特征会比较容易显现出来。所以说我应该要找一个红色部分是灰色的，才会有可能出现灰蓝，是吗？好吧，这个算是失败品吗？其实严格来讲也不太算是吧，总比绿色好太多了。算了，你暂时放在这里啊，我们下一次再来继续我们的邪恶计划，好不好？我们找一下他的爸爸来配一下好了。
啊，难上加难，这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吧？哎，还是算了，我们赶快去抓一下我们的古神翼龙好了。这件事情我们下一集再说，好不好？我们古神翼龙的安，赶快把它给弄出来，我们准备出发，去追它，去追它。对，就是这样子。不要动，不要动。刚刚在玩射击游戏嘞，老头充分展现了智慧与力量的结合，啊，成功了吧？还没掉，最后一发送你，来吧，宝贝，去享受甜美的果实吧。OK， 回来啦，我们的古神翼龙泰克啊！啊，挺帅的，有没有？长这个样子。然后呢，这家伙他的能力呢，按 C 可以下降飞行哦。欸，然后按下 Shift 可以往上飞，这讲废话嘛。然后他可以左边飞、右边飞，啊，后退飞、往前飞啊，他可以上下左右，跟施救兽一样啊，就是想怎么飞都怎么飞啊。你看，哦，可以横移啦。哦，简单来讲就是它可以横移啦。然后呢，它可以挂在树上的样子吧？哦，它也可以挂在墙壁上面。那挂在墙壁变这个样子。然后呢，我的视角会歪一边。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挂在墙壁之后，我整个视角不能动了，发生什么事了？我记得挂在墙上，我视角是可以移动的啊。哎，不行哎，怎么会这样子？像我就不能挂在墙上射击的啊。好奇怪哦，我记得是可以的啊。哦，西剑就是直接垂直降落。欸，没有啊，西剑没能力啊。嘟嘟鸟，哦，攻击力好低哦。哈哈，这时候点一下负重跟我们的耐力，机动性应该算蛮高的吧。这一只的移动速度其实也不差，说实在的。但是以体质来说的话，比无齿翼龙好一点，但是比阿根廷还要弱一点，有点中间的那个数值啊。啊，它唯一的特点就是它可以挂在墙上。不过我记得明明挂在墙上是可以转视角的，为什么现在是不行，直接卡住了，好奇怪哦。啊，反正总之呢，这一只的功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右键的话是抓生物嘛，把这嘟嘟鸟抓起来。哎，嘟嘟鸟被抓起来了。啊，今晚加菜啊，喂鲨鱼。丢，那个嘟嘟鸟 ，No help me！ 啊，可怜的嘟嘟鸟被我拿来把玩这样子。啊，这就是古神他的能力啊。然后呢，他可以坐两个位置吧。他好像可以三人坐，是不是啊？看这个安的样子，我来看一下，好像是在后座的人才能旋转，是不是？启用共坐，我看一下，乘客登上后排，哦，后排的人啊才可以转视角啦，中间座位那个驾驶是没办法转视角的。哎，也可以登上前排，也可以转视角，是吧？我来看一下，欸，这个怎么？这个不能切第三人称啊。好，啊，我们这个就是中间，前面跟后面坐的人呢，哦，就可以转视角，中间没办法转这样子。原来如此。好啦，这是我们的古神翼龙啊，希望大家会喜欢。你们觉得古神翼龙帅呢，还是无齿翼龙帅？啊，还是你们有别的想法呢？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让我知道哦。好不好？那么今天内容就先这样啦。一样喜欢这个系列，左下角按个订阅，右下角喜欢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方舟生存进化再见了，下来见，拜拜。